咱们搭进去的硬打硬开，在实战中怎么用呢？啊，巴金森有一句话叫啊，硬打硬开无辙来，你打我也打。在实战之中，我们是如何体现和运用的啊？这有很多的朋友来问我啊。其实所说的硬打硬进无辙来啊，你打我也打，我们朋友一定要记住，不是傻打啊。他的硬打硬进是在我们的形势上来看啊，你打我也打，那不是闭着眼睛瞎打，他是有策略的。下面我们用一个巴西拳刀啊，傲骨栽锤的一个动作啊，一定要记住这个傲骨栽锤，它是非常聪明的，你打。我也打了一个动作，比如说对方啊向我出拳，这时候我们同时在打，我同时变成了一个，这时候我这边闪的时候，并不是闪过来啪啪就打的，而是一声哇，那就打进去了，同时栽进去啊，就是你在正我后部，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你上后部是不是会非常慢呀？其实不是的，在我们如果简单的做一个侧闪动作，这时候你会发现。是同样的，从砰这样的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做袭的动作，因为我们在倒步过程之中，这时候我的脚蹬地，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出现了炮击动作啊，就可以打了。他非常聪明的地方在什么？他的后脑是完全无法的进我向我进行攻击，而我打击他的方式就会非常多。你知道，我们从打成锤啊，这个肋部对底下的膝。这些都是完全就可以做，最聪明的一点就是这一下的啊，一打，对不对？一个傲骨栽锤，傲骨栽锤，哇啊，这些动作，这都是后续就能完成了。啊，刚才我们讲了一下这八拳的这个啊栽锤的这个动作啊，下边其实里边有很多的啊细节的东西，我们啊可以单独啊来使用的。我们下边细慢慢的给他讲一下，比如说对方在出拳的过程中，我嘣一拳打过去。这时候呢，刚才我们用了一摔法，但是你会发现我出现了这一个动作，这一拳是直接是奔向我去打出去，没打着他的过程中，没打着或者他做防守的，这时候我才运用了脚底下的趟的动作，趟倒。这时候我做了一个腿向下砸的动作，这就是我们八极拳经常会用的啊，这是我蹭啪的一脚就直接踩下去了，一下就把人。这平时我们练习八极拳的阵脚，好多的朋友说：“哎呀，拍点堂堂跺脚干嘛用啊？我们这跺哪儿都有用啊，跺上很疼就。”刚才我们演示的这一动作啊，有一个过去去击打下颚的这一动作，这是在其实，在我们这过程中，它的爆发力非常，这是非常正常。如果没打，它被防止。看我们八极拳有一种用搓的这种力量是，也是可以的，就是在没打上之前。拳头会奔他的下颌击打，我们的小臂这种拥顶的力量啊，也是完全能处理。啪，这种体现出了我们八极拳的刚猛暴力和爆发力。我们所讲的八极拳啊，你打我也打，硬打硬拍啊，无遮拦啊，叫这些的含义啊，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动作啊，留在我们以后慢慢的大家给大家去讲解。